他烧完之后，我说："老公，你在烧什么？"他说："哦，鼠尾草。"我说："哦。"然后他就看看手机，他说："哎，老婆，但鼠尾草这个东西，孕妇不能闻，会宫缩。"他说："好像，好孕妇不太适合闻，因为可能会导致可能流产之类。"对，轻描淡写的讲过。然后我说："哈，是哦，那我赶快进房间。"那我有时候我就很紧张嘛，结果真的差不多隔了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，我开始肚子痛。我开始宫缩了，因为那个整个屋，因为它烧得很强大。我说我太痛了，你赶快打电话给院长。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，也很紧张。他就说："现在因为我刚刚在烧那个鼠尾草，好荒谬啊！真的。"然后就那个，我现在人肚子不是很舒服。他说："那他是胎儿现在一直在动。"我说："对，他现在一直就是在宫缩了嘛，他就会动得很对。"然后他说："那他现在痛的程度是怎样？"我说："就一直持续这样痛一下，然后又再痛一下这样。"然后他说："好好，那还好，因为院长也给我安胎针。"他说："赶快打安胎针，这样。"你知道我那是真的是痛到冒汗，所以那一天就觉得哇，天哪，你第一次当猪队友哎，好久不见了大家。对，我肚子又大起来了。学姐的部分，我来欢迎果果。我觉得大家都一样，就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，那个温柔的感觉都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有一种柔很柔的音。所以我觉得大王跟那个啦，我那只其实都算应该算蛮贴心的。对对，就你知道你随时叫他，他一定忙起来。对，所以他要睡那天也是啊，半夜突然脚抽筋，然后肚子又挡住，然后我搬到我脚，哦，就好痛，在我脚要抽筋，他就赶快搬。我第一次痛起来真的好痛，我有吓到，就整个揪起来。然后我还要，因为他在客厅。我在房间，我叫我已经叫不了了，我太痛了，然后我就打电话打手机，我就打，他们赶快进来，我脚好痛，我脚抽筋，他说真的吗？然后一进来就笑着，哈哈哈，抽筋有什么好痛的？然后我说好像你哦，我泪已经流下来了。他说抽筋怎么会痛呢？这还好吧，你是没有抽过筋。那我那时候好像是其实整个孕期里面其实算我就算舒适啦，就是比起来很多有些人吐到酸啊，对，很多，或是我那时候真的最不舒服就是脊椎痛，不是这里屁股酸痛，我现在其他我也都还好，就是只要抽筋和针屁股，我都会叫他说你帮我按一下，因为我说我实在是酸到我没办法睡，因为我会一直翻，然后这两边就好酸，会这样紧紧的，很紧的。然后我想说，我到底要怎么睡才可以？然后我就一直翻，一直翻这样。但是我觉得大王应该也是很贴心的，就是会每天帮你擦油什么的吧。对啊，他还蛮贴心，擦油啦，按摩脚，然后按摩屁这样。可是我一直剪指甲，哇，很贴心耶，剪指甲。我真的剪，老公，我可以分享你那个猪队友那件事情吗？弄小哦，你有猪队友过吗？有猪队友一件事情，真的、哦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讲，就是也可以让之后的孕妇们大家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，爸爸们要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我老公最近就是因为很爱一些水晶嘛，然后在那边收藏，然后他要让水晶净化，你知道他用什么净化？鼠尾草。你知道鼠尾草在熏的时候，孕妇是不能闻。哦，它是一个禁忌，像麝香也不行啊。麝香我知道，因为我看那种那个格格类。我老公就像格格一样嘛。然后就有一天，我就是坐在这里，他在后面，他开始烧东西。他烧完之后，我说："老公，你在烧什么？"他说："哦，鼠尾草。"我说："哦。"然后他就看看手机，他说："哎，老婆，但鼠尾草这个东西，孕妇不能闻，会宫缩。"他说："好像。啊"好像孕妇不太适合闻，因为可能会导致可能流产之类的。对，轻描淡写的讲过。然后我说："哈，是哦，那我赶快进房间。"那我有时候我就很紧张嘛，结果真的差不多隔了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，我开始肚子痛，我开始宫缩了，因为那个整个屋，因为它烧得很强大，我就开始不舒服，我就开始好痛，我觉得就是那种像经痛的痛，就有点越来越严重。对，然后说不对，然后我就开始去上厕所，我也是好痛好痛。然后我就有一些排便，排完之后我想说应该是排完便就没事，就不是更痛，还好有露台可以让我躲，真的，我就躺在我那个外面那个沙发上这样，然后我好痛，一直这样说着，我说："老公，你赶快想办法，我们要不要去诊所或医院？"我说我太痛了，你赶快打电话给院长。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，也很紧张，他就说："现在因为我刚刚在烧那个鼠尾草，好荒谬啊，真的很荒谬。"然后就那个，我现在人肚子不是很舒服，他说："那他是胎儿现在一直在动。"我说："对，他现在一直就是在宫缩了嘛，他就会动得很对。"然后他说："那他现在痛的程度是怎样？"我说："就一直持续这样痛一下，然后又再痛一下这样。"然后他说："好好，那还好，因为院长也给我安胎针。"他说："赶快打安胎针这样。"
好，我就打。打完之后，他就赶快把全部的家就是通风，这样通风到都没味道，然后就赶快吸氧气，因为我们家刚好也有氧气。哇，好专业，这简直是一个王室诊所，小型的医疗中心。对，因为就刚好都有准备，因为就吸氧气会比较不会有其他味道，对，比较舒服。躺了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才开始缓和下来，你知道我那是真的是痛到冒汗，所以那一天就觉得哇天哪，你第一次当猪队友哎，老公。所以从今以后就没有鼠尾草，还有还真的有，因为我上次买了两包，还要还。大家就是那个鼠尾草啊、麝香啊等等的。哇，那你现在带小孩怎么样？其实硬要说就是很累，好像很多人说第一胎会很好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要骗你生第二胎。我觉得其实真的小孩。算蛮乖的，我的小孩算蛮乖的。那你就是可以生第二胎了，我不会被骗的。没有啦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有说，其实是因为像我跟范江，我们小时候都是超乖的小孩，超级乖，比较乖。对，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？会吧，是乖的吗？他是乖的，我应该是算比较皮。其实妈妈很辛苦，妈妈的因为器官一般都在这里嘛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被上下移开，对，完全都是被挤的。然后很妙，那时候我生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里面的内脏，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都在乱移动，因为太空了。它会慢慢回去原本的位置。会慢慢回去，但你可能要做一些可能训练或是休息啊，让它恢复。哇，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和那个。我觉得怀孕真的会很紧张，因为怀孕那种有一种你里面有一个生命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随时的知道它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，就你没有办法像一个生物，例如说狗狗或者是小孩在睡觉，然后你看它们呼吸，或是它们在动，你就是它们有胎动的时候，你就是想有点想要叫它这样子。对，还好吗？然后不然就是每一次去产检的时候，我都有点紧张。虽然它都很健康，我一路过来它都很在，但是你知道，就还是会一直有心理压力，担心。对。然后就加上现在会比较好了，但我现在的紧张是后开始要就是你知道生啊，因为我是剖腹，我想要选择剖腹，所以我就会开始想说啊，那个过程我不会很紧张，是我自己，我就开始。宝宝会进去吗？他一定会啊。你是不是会在摇滚区的那种？应该是会在摇滚区。摇滚区是这一边还是这一边？这边啊，摇滚区一定是那个搭 C 位啊。不行吧？那你可以看。那我不行。我记得好像可以。我想问一个问题是，所以你会去剪脐带？应该会吧，谁有应该？范江没有，范江从头到尾就是头都跟我平行，因为那个是有个帘子，因为平行才看不到。我们要不要来欢迎一下柔柔啊？柔柔已经准备好了耶！哇，我说柔柔，就是跟刚刚同一个人吗？来呀，柔柔！哇，柔柔，柔妈妈，柔妈妈，学妹，学妹嘛？对对对，就是大学姐，二学姐，学。那现在几个月？现在应该五个多月，五个多月。看我的意思是，我想一下，把你的状况也都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时候有会想要吐吗？孕吐有没有？一开始前三个月、三四个月都还有在想吐。妈妈真的都不容易，真的。对啊。她就是那个啊，加油！她一直跟随着我的脚步。她真的很好笑，是什么？从什么一直跟到现在？买车啊。就是我们，反正我们就先确诊，再怎么样，他们就确诊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去，就是那时候因为有小朋友了，就觉得安全问题，想要换比较好的车，然后就带他们去看，然后他们就也买车，然后后来小朋友出生，他们就也生小孩。对耶，我说你不要再做一些奇怪事了，我就会好，我再努力，我努力。我说好，你赶快买房，我也要买房。那我们就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谁？就看了，那时候有听说开放留言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因为你那时候说你看到一个留言，对，你看到一个留言，我看到一个留，因为我那个公布性别嘛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留言说，红队不是在比赛，就是在生小孩，因为我们在比赛生小孩，我们在比赛生小孩。我们拿不到冠军，我们只好拿小孩冠军啊！小孩冠军，不要小孩冠军，不要太小孩去比。对啊，我们小孩王